八珍咧最出名嘅產品咧，亦都係我屋企人最中意食到嘅產品。份內香嘅甜醋啦，同埋用呢啲甜醋煲出嚟嘅豬腳薑，我哋係一個傳統嘅中式醬園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醬料啦，好多唔同嘅過時過節嘅食品啊，例如過年嘅蘿蔔糕啊、端午嘅粽啊，同埋月餅。譬如用傳統嘅發酵是好味啲嘅，我哋用傳統嘅發酵，用新嘅包裝方法是好啲嘅。咁我哋用新嘅包裝方法，令到佢更加衛生、更加安全。除咗門市啦，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網店啦，可以方便我哋顧客購買到我哋嘅食物啦。咁亦都有一架美食車咧，顧客咧可以親身咁體驗到用我哋嘅醬料煮出嚟嘅餸菜係咩味道嘅。喺海外咧，所有環地區咧都買到我哋嘅產品嘅。最近在新加坡 Takashimaya 我们开了一间分店，可以给更多人享用到我们的产品和不同的食品。我以前就从事设计工作，其实和食品生产是非常类似的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理解客户那种感受，他们的需求是什么，而我做些好东西给他。50年后的八珍，我希望维持到八珍由我爷爷创立的理念，做到最好味、最安全、最有營養的食品，亦都是我最親最愛的家人欣賞的食品。